大家好，我是乐血阿杰。这一次我是带着觉悟来辽国。为什么带着觉悟？哇，这个光线好棒！为什么说带着觉悟来辽国呢？因为我得到很多资讯是辽国这边是吃虫的大国，因为这边有很多很棒的昆虫，他们在这边对于食虫的文化相当的用心。然后为什么刚好阳光照在我眼睛上面？那个等我一下。Very good， 我的眼镜终于派上用场了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。讲讲，最厉害的东西出现了，各位看清楚一点，这是什么？这都是昆虫食材，这个是鹅哦，鹅炸过以后呢，咸酥炒，非常香，非常棒。等一下呢，我就表演吃一只给大家了解一下吃虫是什么感觉。我们先把它放回去。啊，拼了，各位！你看，就是一只虫，这是身体，这是它的头，然后还可以看到它的口气。我挑一只大一点好了，不能不够义气。为了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所以呢，哒哒，大只来了。阿布，阿扎，它炸得很酥很香，还有棒，那个是柠檬叶对不对？很棒，还有点辣椒，然后我拿柠檬叶给各位看。加里叶，哦，咸香好吃，各位，非常好吃，真的好吃啊，各位，来这边别忘了，这个昆虫料理辽国超棒，然后这在特别村庄才吃得到的油炸鹅，然后炒咖喱叶香酥，有辣有咸有香，配啤酒更棒，赞哦。超好吃的，真的。满满的蛋，你看，这真的是很棒，很补充我们营养的。Many egg inside. This is female. 这应该是天鹅。You see? Many egg. For body good. 哦，刚好讲英文。开单。很赞。别忘了柠檬叶。